随着近日中国好声音的爆红，各位好声音也成为观众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。从各位选手的身份认证、参赛之前的演艺经历和昔日照片的一张张曝光，不难看出人们对这些选手是多么的关注。而日前又有网友将这些好声音的状元照PO上网。作为好声音评委的杨坤率先被网友发现，其表情极像挪威画家笔下的呐喊。一曲嗨歌轰动全场的张伟，无论从脸型还是嘴唇都像极了胡彦斌。吉克隽逸 I feel good 在打动评委的同时，是不是也打动了这位温岚同学呢？再看看吴莫愁，是不是可以在演唱之余和单田芳老师学学评书呢？优酷娱乐播报，北京报道。